杨幂曝光了一组写真，照片中的杨幂穿着一件宽松毛衣，亮眼的酒红色非常的吸睛，大 V 领的设计加上宽松的版型，减龄的同时又带来满满的学院风。她把衣领微微下拉，露出右侧肩膀白皙的肌肤和修长的补进线条，为造型加分不少。杨幂的身形高挑，腿部线条更是笔直流畅，被誉为腿精。这次杨幂下半身选择了一款黑色的牛仔半身裙，隐隐约约有夏意失踪的感觉，赚足了眼球。纤细的美腿毫无一丝赘肉，搭配一双黑色短靴，秀出笔直修长的美腿更显利落潇洒。近看杨幂五官，脸部肌肉饱满，没有任何松弛的迹象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皮肤状态。低扎的拳击辫衬得杨幂的脸型更加小巧精致，带来妥妥的甜美少女风。这状态确实不是18岁的学生妹吗？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